三澳门带你跃进高速 3G 时代，三澳门特约天气报告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嘉欣，欢迎收看由三澳门地域的天气报告。现在跟大家讲一下今日8月1号的天气先。今日的天气就是酷热以及大致天晴的，相对湿度介乎 40% 至81% 之间，气温就是介乎摄氏26至34度之间的，吹轻微至温和东至东北风。今日的空气质量指数就介乎于13至23之间，空气质量水平是属于良好的。预测一下明日的空气质量指数，路边监测站、高密度住宅区和一般性监测站都是65至95，空气质量水平是属于普通的。是啦，Bobby说明日的天气就大致会是天晴的，看一看卫星云图。预料一股炎热的空气将会持续影响本澳的天气。现在一起看一看未来几日的天气情况，预测明日的天气就比较酷热，大致就是天晴的，还会有烟霞，气温就介乎在摄氏27至34度之间。而星期一就会比较酷热，大致天晴，同样都会有烟霞的，气温就介乎在摄氏27至34度之间。星期二酷热以及天晴，部分时间就比较多云，还会有局部地区性的骤雨，气温就介乎摄氏26至33度之间。而星期三就是炎热多云，部分时间会有阳光，同样都会有局部地区性的骤雨的，气温将会是介乎摄氏26至32度之间。好啦，一起看一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天气情况。北京有雷暴23至30度，上海有雷暴26至32度，台北多云27至35度，厦门多云27至35度，广州多云28至35度。而在亚洲的各大城市方面，首尔是有雨24至31度，东京多云23至28度，马尼拉有雷暴25至30度，曼谷有雷暴26至32度，新加坡天晴26至33度，雅加达多云24至32度。好了，一起看一看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。今日的天气报告完毕啦，拜拜。